除夕的晚上，中国人会全家一起吃团年饭，所有家庭成员就一定要等待全家一起才可以开饭，以表示全家团圆。在除夕夜的团年饭里面，总是满桌佳肴，而团年饭所吃的各种食物都有不同的新年寓意，其中鱼就不可以少的，因为鱼象征年年有余，鱼肉和肉丸就代表团圆，韭菜就代表永久，萝卜就有好运的意思，水饺就因为它形状好像金元宝，吃水饺的意味就为了来年积聚财富。团年饭除了一家人一同享用具有好意头的佳肴之外，年尾走在一起团年亦反映中国人重视屋企人、尊重长辈的传统。农历新年到了，我在这里紧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有福气满满新年。